刚有看到你比赛，可是忘记你玩什么了。啊，我是第一次。第一次参加。上来全场。不，我是说你上次在南部的比赛，我好像有看到。啊。对对。就基本上都是输的那一把。哎、欸，好像直接开始了。是。在我们 PN2。那这两个人对彼此是非常的熟悉哦。哇。音速小子。哦。能抓到一个空下的破绽。对，有成功的 punish 到。好，这个空前 A。哇。两边都想用非常痛的招式换对方哦。哇，那个也是露出一点点破绽就会被你那个利多树桑姆斯抓到。是，空中涵盖的范围真的是非常大。哇，怎么这个踩下B虽然没有埋到，但是起飞力道非常的够。哦呦，这个来回滚动。Vila 这边面对 Song 的滚动是非常漂亮的，大部分都以防护罩挡下来。哇，这个哦，我的 Big Air， 哇，这个没有猜中，抓到了这个后摔，尝试挣脱。哎呀，这个没有猜到，选择上 B 回来。哎呀，不断做场外追击。好，162%了。哇，乌托娃要被电出去，烧出去了。人乌托娃已经开始在找时机把莉拉打出去了。哇，不过这个要被莉拉接了一套。哎，好，哦，这个 parry 到，哇，很漂亮。这个空前。场外的空前带走了。哎哎呀，这个 miss 了，上 B。我真是连续了一个空哦，造成了35%的伤害。哦，这个击到满的。哎，好。啊，这个上 B 又没中，被翻进去了。边的都打得非常的小心，是，哦，因为你不动我不动，两边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。哎、欸，这边莉拉好像有失误哦，是，他没有成功回来。哇，这样反而不错啊，拿到零啊，不过马上接到上 B 哦，两个人非常的接近，对，要拼最后一命了。都不敢，乌托娃在平台上都不敢乱动。没错。这个莉拉的那个惩罚能力是非常的强的，是，只要你随便一个乱动，他都有办法punish你。就是打得非常小心的同时，也是非常凶猛。对。哇，这个有中，哇，痛痛痛！撞到了，两边比数还是非常接近。啊，这个 B 有点大意了，不小心撞下去了。哇哇，命中了！这上 B 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失误超大，太远了。尤莉拉拿下第一场。刚刚没有 take 到，就直接被带走了。没错，这就是莉拉可怕的地方。那个不小心。就会直接被带走。是的。两边决定要换战场。那比起场外的追击，
配。Lila 他其实是更常用上帝去惩罚那些动作失误的人。是的，没错。这可能是和其他 Zero Systems 玩家不太一样的地方。没错。哇，两边又激烈的碰撞，很凶猛的空中连招。好，我的乌托娃这边又成功撞进来了。哇，这个连续吃了三空上啊！哇，哦，还好空前 A 成功的被反制了。下一，哇哇！乌托娃冲错边了吗？乌托娃一个失误，这个失误有点亏哦。大领先，哇！那个空 B， 上 A 有中。哇，这个抓得非常准哦，这个 back air 是，那 Zero to Sam 落下速度有点太快，回不来了。是的，哦，这样乌托娃又把局势扳回来了。好，等那个麻醉枪过去了再起来。是，被盯到可是会吃一套的。是的，哇，不过这莉拉打得很凶哦，不让乌托娃随便就可以回来。不过 Sonic 回场还是非常优秀的，是的，能做很多 cover， 各种滚。哎呀，这个 Smash 被挡住了，哦，没有 take 到，还好。这个起身 A， 是，哇，这滚过去被当 Smash 命中了，哎，有点衰啊，刚好那个用出了那个，多瓦一个也是失误。跳下来，跳上来有撞到。一个下 A， 乌托娃打得非常积极，但是他被埋住了。哇！还起身之后，哇，你俩抓准了战场的地形，请乌托娃这一个 off smash。这个 Lila 都是已经算好了，在那边等你了。是的，战场的高度刚好，这当 smash 没有中。哇！又被踩到，踩到啊！哇！可惜没有上 B 的方向错误了。对，不过乌托娃还是非常危险，差一点又让了上 Smash， 差一点命中。啊！又鞭子打到了，打到不断闪避乌托娃。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后摔有没有机会呢？有，出去了。目前各剩一命，不过乌托娃已经到111.1%了。这个很危险哦！哇，哇、啊、哦，好险！好险，他是Sonic才可以办法这样玩。对，其他角色上 B 之后就完蛋了。哦，这个转，哇，哇，这个非常抓准位置空上，没错，拿下了第二场比赛。啊，结果我们的不错啊，还是打不赢你啦。是。